练太极拳最重要的是动作顺随自然，不要勉强，呼吸也是一样的。练拳过程当中，特别是初学太极拳的爱好者，就是自然呼吸就可以了。长时间的练拳，尽力顺随了，动作顺随了，肢体能放松了，在你很安静的状态下，在我们含胸拔背比较放松的肢体动作的影响下，能放松的时候进入到这种腹式呼吸的状态啊，这个是你放松之后身体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呼吸的一种状态。吸气的时候呢，小腹微微的膨胀下坠啊，像一个鼓起的气球一样。呼气的时候呢，像收缩的气球一样，好，小腹内收，横膈肌上托。随着你呼吸的节奏啊，肢体的动作的影响呢，小腹会有一个膨胀和收缩的状态啊，这是初级阶段。随着你功力的增加啊，练拳时间的增长啊，动作的开合呢，逐渐我们会进入到这种拳式呼吸。什么是拳式呼吸呢？也就是逆向的腹式呼吸啊，原先我们也称之为周天呼吸。吸气的时候是小腹内收啊，它正好是相反，小腹内收，横膈肌往上托，胸腔往两边扩。呼气的时候是重心整体松沉，尽力松沉，小腹啊，也就是称之为丹田的位置，会有明显的下坠和膨胀的感觉。练拳的时候，最终我们会达到这种逆向的拳式呼吸的状态当中来。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肢体动作的开合就能和呼吸的频率吻合在一起啊，只能做到大致相同。因为每个人练拳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有快的有慢的，只能做到大体相同。而且我们编排套路的时候啊，传下来这个套路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说动作与呼吸一定要结合在一起啊，要根据对方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这一块只能做到大体相同。而且在练拳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我们也不要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呼吸的训练上，而是应该做到动作的顺随啊，周身的放松，你尽力是通畅的，姿势是正确的。太极拳叫导引吐纳。什么是导引呢？通过肢体的动作来影响你的呼吸。你只要尽力做对了，节奏是合适的，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自然而然呼吸呢，在肢体动作的影响下，我们就会进入到这种逆向的腹式呼吸状态。那这个。